鳄鱼头又来了，我自己呼的啊，这牙老硬了，哇，主要哈就吃这个下头的哈，这个上头的都是一层皮，哇，这个牙才扎手呢，都是一层皮，里头就是骨头，主要就是这个下颚，像舌头一样的东西，哇，然后这里头皮下面包的除了骨头就没有东西了。你们看这上面这白色的，它不是舌苔，它是皮下面的一层膜，看到了吗？这是一层膜，并不是那个你们说的那个舌苔哈，说舌苔多厚啥的，但你们就总说我就给它揭掉了哈。剩这个口条都可以吃了，它的口感是就是挺筋道的，不是肥肉的感觉，也不是很柴的那种瘦肉，特别好吃口感，它这上面还有个脆骨，不的，你要整点调点小料，小麻椒料啊，辣椒料啥的，更香。嘎嘎好吃。